盛达汽车请一相挺，大根猪包急中生智。我要借那车，其实主要我是要拿去泡妞的。我一转弯，咔咔，我的它的轮框被我刮了两条银色。我就买了一支防水奇异笔。哦，厉害了，你画上去看不出来，我真的没看出来。但是轮框修复起来是蛮贵的，大哥。我知道，不然我买奇异笔干嘛？之前助理是会承认，就是说真的，我真的不小心撞到。我说没关系，那还好吗？他说还好，你可以重复。今天晚上10点，小心大跟班。